你弄完打包完我就走了。我小猫包的好快哦。啊，对，阿姨，阿姨很快的。啊不，喝了喝了喝了，你不，小猫马上都包完了，马上包个的，马上包个的，你包那么快的，马上包个了，马上包个了，不要说了说啊妈。我明天我来不了，我真的明天不来了。不来不来不来不。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个弄好，我就拿走的。喝了。啊。你多了，喝了喝了，喝了。小麦，我。喝了。喝了。你走。行，我们也晓得喝了，我们也晓得喝了。阿奇哥，没事没事。啊，阿姨，这样子吧，阿姨。没事没事。阿姨，你把。小麦。喝了你，喝了吗？我不行，我那边记得记得记。你看，喝了，你坐可以坐了。你先听我说，阿姨。喝了。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嘛，你先坐下。喝了。阿群宝，你赶紧打包。喝了。你赶紧打包，阿群宝，你赶紧打包。你先听我说，我跟你说嘛。你听我说，阿群宝，你好好的给阿姨解释一下好吗？啊，好好的给解释一下。因为这个竹笋到了明天的话是不行的，它就会坏，然后就不行的了。你好好给阿姨解释一下。你好好给他解释一下，知道吗？阿姨，你别动嘛，你别动，你好好的听我给你解释一下。阿群宝，你帮忙给阿姨解释一下。你好好的给阿群宝好好给他解释一下。我看我晓得天黑了，他也晓得天黑了，这是人家他朋友买了的。你们看，这是人家他朋友买了的。你们看不能，不，这是，没事，你别听他的。我自己找事情干，我活该。你走，明天咋了？我明天咋了？你走。明天来不了。你明天走了，明天哪来？你走了，你走了。我都说了明天来不了。咋会来不了？你走了。干嘛呀？凭什么？这是我买的，你一车垃圾走嘛？把收起来，我拉走了，收起来，我拉走。阿群宝，收起来，阿群宝，收起来，走。好了，把这个收起来。不要生气，收起来，阿群宝。你管他们呢？这人家买了的，人家他要拿给他朋友的，他不拿走，明天我们拿啥子去给他送过去嘞？这是他买了的。明天咋了？快了，走了。这样子吧，阿姨。你睡觉嘛，我打包。你睡觉嘛，你困了。来，阿姨，这里我耽误一会儿时间，这个你拿，明天去买点菜，这个你拿着，给阿姨，把这里给收拾一下，给阿姨了。好了，别说。孙老师，孙的片子都出去了。好了，来，你不用。不用管了，来，阿青哥，你这样子真的、哦、没事，我已经给阿姨200块钱了，没事。我快一点吧。来，我们就抓紧时间打包，打完包我就走了。明天我要不想那个了，说真的。我自己找不到事情干，我不想说话了，朋友们。真的，懂我的人自然懂我，支持我的人自然支持我。